出手短了，但自己先拿到战袍，没有忌惮，另外有 play 灌进。吸引到王太杰的防守，用左手给到后脑勺穿过去的这个球，有时候最怕就是后面那个人没进，对，就是泼冷水。周一翔，这个球切入到篮底下对抗，出手进，这两分拿到时间剩下3.5秒，没有暂停，往前发，这个球。守了下来。我们看这球，周一翔切入之后呢，已经看到有防守来了，所以他做个双脚的垫步之后跳起来，还有一个拉杆动作，在空中滞留时间够强，闪过了张博维的封阻。